眼神向下的观音佛祖，你有见过吗？当然，转性很少像我们这尊观音菩萨，以火眼，啊，一直跟我们在沟通。仙界纷争全靠他调停。南文心，五湖千岁，加这个万仙宫，风袂刷，像咧加咧风安尼吼，呼呼摇。啊！底下咧倒翻吃山药，而这个观音佛祖将阿去阿好解解。每周六日晚间九点，敬请锁定《台湾百庙》。